怎么形容这样一间店啊？听着鹿皮的店名就让人忍不住发掘了一番。 logo 呢是鹿角顶着一个大大的 P， 而店里头呢则有戴着墨镜的雷龙、喜气的龙虾、短短腿鸭子先生，每个线条简单而且很清楚，颜色同时也是明亮又大胆。除了衣物、包包设计品之外，幽默的卡片、蓝波章、品牌专属 HB 铅笔、手工剪裁的贴纸，大概呢能够让迷恋文具的人在这里流连许久。而店内后方的鹿皮小吃店则是专门贩售自家研制的小吃，像是豆腐冰淇淋、 Q 弹麻薯烧，通通都是让人惊艳不已呢。